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严，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二足中尊，皈依净伽，自从中尊。阿舍利尊严，菩提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二足中尊，皈依净伽，自从中尊。阿舍利尊严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二足中尊，皈依净伽，自从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09页第一行啊，不可思议力者，总之弥陀国土17种庄严功德力，不可得思议啊！啊，这个17种，咱学到15种，咱我刷落来看参考资料，第四页第5行。第16庄严大圆满功德成就者，一言大乘现君界，应无极贤明，如临及君阙，离行众不生。这条有四句句，咱看谭兰法师的注解，括弧内面，净土是大乘现君界，一切平等清净。这是叫做世界，所以何以这种无生大碟叫做世界的人，以及十方去叫做世界参合的人，拢享受着一切明定啊清净啊，无机嫌的缘，所以一地咧，那无这个事实，连名词都唔捌听过啊，同时。极乐世界无如林，无六根不具的，咱今仔日讲的这个上层的人士，在极乐世界看无。
啊，以及旅行，有以以嫌实体，这个应该是一切以嫌的代志啊。众生普为大乘之萨埵，萨埵就是菩萨。啊，所有往生的众生，大家拢嘛是大乘菩萨，一比平等。那是大乘，而且是大乘里面最高级的菩萨。咱讲高级，大家较容易了解。啊，初级呢是临天初发心的菩萨，水平无关。中级的呢是三贤菩萨，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啊，高级的菩萨呢，就是十地菩萨，即地上菩萨啦。即有一寡是家己修证的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大多数唔是家己修证的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在大多数拢嘛是初学的菩萨，伊啊只要具足真心、切愿、一心清念，伊就往生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原文顶面咧讲的真清楚，第十八愿。心念必生啊！这是讲往生极乐世界无困难啊。那出净土是应该啊。啊，那是讲你慈悲心真重啊！你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，希望讲加帮助苦难众生，加带一挂人去，这是可能的，不是无可能。不过是啊，先决条件呢，甲基督爱甲往生净土条件具足。也就是讲，家己随时拢会当去呀。啊，什么时阵去？这得大自在咯。啊，真正你是了生死出三界啦。啊，在净土里面讲的是啊，了生死出十法界，不是三界。你啊，到个这个程度咯，你自然了解、明了，是要留，是要去。你有这种智慧，你有这种能力，啊，你得到佛力的加持。实实在在讲，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是大慈大悲，离开这个世间也是大慈大悲，那完全是众生的机感，这感应啊，众生的机
对佛菩萨、对佛陀教会有信心吗？有真诚心吗？有恭敬心吗？佛菩萨来了。那若是对佛菩萨藐视、轻视，佛菩萨在这世间不以为然，讲因是啊牛鬼抓神，讲因啊是迷信，这个时阵佛菩萨就去咯。为什么呢？大慈大悲啊！这些人因为佛法的造业，这个业不是轻的，这个业是地狱罪业。佛菩萨无在这个世间，因都未做这个罪业啊，所以菩萨诸世甲无诸世，拢总是大慈大悲啊。那不是咱会当去理解。这个道理爱知影，你家己建立这个境界，你自然就明白咯。啊，该来时阵就来，该去的时阵就去呀。啊，来到这个世间，诸佛如来的正业，咱总应该明白咯。啊，这嘛是社会上360行的一行啊。这个行业是什么？这个行业就是要讲经啊。但释迦牟尼佛给人表演个淋漓尽致啊。啊，开悟了后就教学，一直教。完结，七十九岁完结，刚经教学49年，这是佛书啊，佛所做的代志，这是正业啊，佛的正业啊，菩萨呢是。佛的学生，阿罗汉嘛是佛的学生，伊伫世间嘛是教学，心行言教啊，心是家己啊所解做出来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。啊，看明白的人觉悟了，看未明白的人，搁再讲给伊听。啊，伊来问，讲给伊听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的正业啊。咱若是讲把这个放弃了，种别行，这叫不务正业。啊，佛菩萨的教化，真是啊，智慧啊，若是在正卡方便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一个人，也是对千万大众，拢总。在咧表演啦、啊，拢咧教化啦、啊。啊，咱伫经典内面，伫佛弟子即个论文的内面，拢会体会到，会看会出来。
你回到啊，看出来咯，对，依教啊，奉行，啊，迄个是咱爱模仿，咱嘛爱做会到。在一切时一切处，点点滴滴，拢是咧为众生做好的模样，为伊优解。那拢咧教化众生啊，那显修公司。在方圆观顶面讲的四德，简简单单几条，在一切诸佛如来发心大事，啊，我行的事业全部拢包括在其中的四德。那虽然妙用，唯以优捷，如何值得大众辛苦？包括经络，那回向非常应允，那这一生一定成就，往生就是成就啊。一大成就，一究竟圆满的成就。啊，地藏菩萨往生论是甲咱做报告啊，以修净土、净德的报告，提供啊，互咱做参考。一味平等啊，那这是你重要啊。那大义门家，大义门是什么意思呢？为净土，为通大行，义理之门何也？这个大义门。那净土法门是通往大乘义理之门，用过古人对伊的真理非常重视，社会上所咧讲的义气啊。那伊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是孝悌啊！啊，孝悌，应在顺境顺先。用在忠孝节义啊，罗马是大义，那大义讲到究竟，这就是大乘，大乘就是究竟的大义啊。大乘是啊，真实智慧。我们今天咧讲的啊，真实的利益啊，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，这是大义门，会帮助一切众生即心成佛。
历代生活来对，无一法会超过这个法门。那称为大义门。那大义门管啦、啊，跨啦、啊。诶，清一段，迄就是虾米人都会当入去。无分阶级，真像花言，花言就是大义门，只有发心大事才会当入去，别人袂当入去。啊，三省官校拢嘛无分，那、啊、是义门啊，袂当啊，讲伊是大义。大义是虾米人拢会当入去，顶家菩萨会当入去，无间地狱的众生真正那忏悔回头嘛会当入去啊，这个大义啊。啊，净土啊，古佛，你两种啊，这个机嫌故啊，用低。净土的古佛都是叫做世界，弥陀净土啊，应该怎样？第一家是体，第二家是名。体有三种，一家二生林，啊，叫做世界有二生林无？有啊，啥是二生林？无到叫做世界以前是二生林，到叫做世界伊就变咯。不是二乘，二乘就是阿罗汉辟支佛，伊也变成菩萨咯，变成阿维万地菩萨，这不是二乘。经来对甲咱讲二乘，是讲伊阿未到叫世以前的身份啦。经常甲咱讲诶，人天马师是咱这类诶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是平等一味啊，该做阿维陀地菩萨，这叫平等一味啊。啊，叫做世界殊胜，殊胜的这地啊，离家如林啊，无如林，如林往生拢变作南林咯。啊，叫做世界无如林的心相。为什么女人的烦恼是起比男人较多啊？女人修行比男人困难，那具体来讲，那就是女人的精进比南陵较重啊，这是最难放下呀。啊，三家呢，诸君不顾人，咱今仔日讲的尊重人师。
詹将林书会当往生未啊？生到叫做世界都未讲詹将咯，伊个心上都圆满咯。啊，詹将呢嘛是上个古步个。啊，这个古部的官员拢嘛是杀刀营，所干掉的呀。这第一人的这个一生，人一生古部是两种，啊，因业个冤业，因就是因道理，去到一道去投胎。这个业力叫做因业，啊，咱来领导来咯，领导的引导到领导的业，就是活该啊！啊，中国老祖宗咧讲的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啊，这五字也做个真好。未失人心，来生过来，人都来了。啊，古早时阵，自细汉就教这五字啊，父母教了，大人教，老师嘛教。在社会上处处拢看会到，啊，每一个人拢有爱心，每一个人拢有笑容，拢嘛心欢喜心。啊，每一个人拢嘛会向尊敬别人，爱护别人，每一个人拢知影义，拢会遵守啊义道。啊，义其心动念，言语做作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义啊。义呢是问你的念头啊、言语啊、行为啊，有应该无？啊，所以起心动念爱谨慎。不应该有的念头，你可爱放下。那正宗的方法，用阿弥陀佛处理代志啊。那念头起来不善，第一个念头阿弥陀佛，这个办好啊。比什么都较好。啊，第一念是习气，你无办法控制，伊自然会起来。第二念家己会当控制咯。啊，何所有本身念头起来，伊也就灭去，未当常熟啊。哦，这个佛号念念常熟，唔通去中断，中断啦、啊，妄念就会起来。那用这个佛号对治咱的妄念，何妄念未生？
啊，无了真正无咯，念了拢是佛号，这叫做功夫得力。我念佛的功夫会当甲这个妄念佛珠，妄念无断，佛珠念念，这款的功夫就会决定得生。为什么心净即佛土净啊？你的佛珠清净心现前咯、啊，清净心即净土啊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别个所在你袂去啊，你也袂介意，所以你袂去。结果世界你看到了，这个事我介意，就连对起了。啊，何况阿弥陀佛来接应你啊！啊，你家己嘛发愿往生，啊，无处三故，无这三种故事，所以你体上的机嫌，名也有三种，名是名利，非但无三体，三体就是事实，有世界无这三种人，乃至呢不问。以行如林，诸君不孤，这三种的名利啊，听无啊？无人咧讲，这叫做利名机嫌。定咧是平定一上，这个定是平定的意思。啊，定无机嫌。啊，极乐世界真正是平等一相，一相的标准就是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拢跟阿弥陀佛同款呢。我常咧讲，一个模内底做出来。啊，这个魔是什么呢？魔就是发性啊，真如本性。假讲伊是诸性都嘛会用呢，诸性内面现出来，决定是同款的，是同款的。阿赖耶现出来，无只是同款的。啊，只有相思。无完全同款的，啊，所以你名机嫌平等一相啊，这个第十六种严大义门，最后一个。庄严一切所求功德满足成就，啊，《往生论》那些记录讲，众生所愿乐，一切能满足。贪婪法师注解：众生之所愿乐，一切能满足呀。啊，愿那是你的心愿，啊，乐那是你的爱好，你所愿所爱好的，你叫做世界拢总会满足啊！啊，正是古人所讲的“思义得义，思事得事”。
这就是代表所愿后的满足。我当这念头想什么，已经在面前了，唔免讲有任何人去营造啊。啊，早起，家中因翁阿婆两个人跟我讲，因要申请建造阿弥陀佛的一个旅馆啊。啊，文件已经批准了，得到了。今仔日袂当来听经，伊迄个要无用去开工，来发包去开工，遮尔紧啊！到今日世界都无需要咯，我心内想，经典就出来咯，唔免去去维度，啊，唔免去啊时间，像什么模样，伊就变成模样。啊，咱都爱真正肯定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会未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啊，因伫咧建造这旅馆，我给建议。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道场，那这个旅馆应该定定来举办佛教的这个活动，啊，论坛讲座一个刷一个，唔通中断。用全世界呼召，那大乘、小乘、天教、密教、宗门、教下，一个刷一个来办，邀请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这个所在来主持，全世界爱好多一个宗派，多一个法门。每年至少有一摆会当来住伫这边，时间是一礼拜十天，住伫这个所在，你这个旅馆啊、行凉啊，一定啊，逐天拢嘛是住满咯，弘扬佛法啦。啊，旅馆有家己的卫星啊，电视台有家己的网络，每天的活动向全世界来播送，功德无量啊！佛菩萨的保庇啊，安尼顺利来建成的啊。一般人就是兄弟嘛，国师甲我讲，一般人就是囡仔是申请。政府各部门的同意啊，这个批准大概都要一年的时间。因为呢，有关这代志的机构有30多个单位，那一个单位送件，人也过来审查，到批准，差不多都要一礼拜啊。啊，这个30多个单位，较紧的，一切顺利，在30多个礼拜啊。那能改拖一个，就是一年咯。那伊的这个案件，得到总统的支持。
甲三十外单位的主管的这个代志的人，拢总要接起来。一个下晡三点钟啊，就全部解决了。那一天问题就解决。现在这执照，建筑的营业执照，你看马上就摕到。啊，早起就搞啊，讲这无做是袂用的啊。别讲无做袂用的，我讲安尼就对。这是啊，佛菩萨对你安排。你就要专心专力，把这代志做好好，功德无量啊，好代志啊！啊，好代志啊，做好咯，来逐工听经，为什么听经帮助你断烦恼？开智慧，三更若无听经对，会歇咯；一礼拜若无听经，对退转咯。那这个就知影讲啊，诸佛菩萨为什么逐工要讲经，咱就明白咯。听经有去发性啊！听经是用感动的方法，家己自觉、自发。啊，做好咯，无需要奖励；做甲唔好，也不会有人批评，啊，全部拢嘛伫这个钢筋内面去化解咯。啊，佛教对十方界众生最大的功德。就是讲经教学，那两百年前，佛教在中国对中国社会贡献真大，无一个时衣暗灯，无咧讲经。啊，拢总有人咧讲经，出家人拢研究经教，唔捌经教的人未当出家，因为都爱参加考试啊。这个主考官唔是别人，是皇上，你无办法欺骗伊啊。那普通的学科是水平，爱达到证书啊。也都爱考大众经，那方向提出经典上的几个问题来问你。你若是答不出来，你就无资格出家咯。出家有一个证书，一个证书叫做道德，道德就是方向法的。古早时出家困难，不容易啊。古早时的出家摕到道德，比科中状元，佫较欢喜。
啊，中原无虚极啊，道教甲虚极，方向亲身办法的。并有讲方向承认咯，你会当作为老师，这就真正意思。一般人唔敢讲，啊，换一个语气来讲，会当代替方向教化人民。啊，你是老师的身份，代替方向教化人民呢、啊？那一生，家己家的生活，只向释迦牟尼佛看罪。难言放下，不过中国的出家人未突破，未去外面突破化缘。寺庙最早的寺庙是国家建立，国家来供养。那方向是大施主啊，方向是福不大。啊，伊供养即系出家人，即个出家人逐工恭敬教学，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天下大地，啊，盛世太平盛世啊，每一条带拢嘛出现，迄都是正行，有好榜样，有人得着去学无困难。咱这好模样，真正不行，咱条两百年咯。咱是生伫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啊，非常辛苦。那这个时代，真正是有意义、有价值，迄都是个性传统。啊，虽然只有少数人，少数人继承，互即个传统未去消灭啦。啊，记得意义就伫即地。啊，将来既然啊成熟，伊个会发扬光大。啊，即摆我来即地来参学，看到即个国家表演，知影讲重视教育，这不容易啊。咱去参观学校，听学校老师的报告，因重视太高，啊，虽然教学内容无同，精神理念是一致的，啊，拢嘛是保护台语，变受正气啊！啊，即个是用佛教的方法啦，有新的妇女，每天礼佛诵经，啊，即个修仙来做回向。
用这方法，这个方法是中国佛教来对，嘛是常常在用。咱在印光大师文钞来对，大师就常常讲到，哦，这个啊，胎儿受到一个三倍加持。那自然会精忠善君，那伫即地有新的妇女教下囡仔，呀，现在拢在用，真个难得啦！咱来看到这个学校，学校的建筑。无其他国家迄款的富丽堂皇，学校内面的设备，咱看到伊上音乐课用的风琴，是古早。我偌侪你毋捌看到，我去教室去甲看，伊啊手风琴有三只，变做古董咯。我想到，阮啊，细汉的时阵咧读书，十几岁时阵，啊，差不多，学校的设备好多亿，那一切设施，跟阮在抗战时阵同款。啊，登基到迄个时代，大概七十年前，因也阁是停留伫迄时代，迄、那个时代人有福，现代人脚步太紧。啊，迄种安详、和谐，那多义的传统社会远离咯，因也去保留的。这个就是唐文弼博士伊所讲的，科学技术行太紧了。啊，人性的教育得不到，这不是好事啊。所以就讲，科学的发展，带给咱的是好，也是福。咱都要认识清楚。伊讲那是，这个物质文明，个人性的德行、言行。人类有福，科学技术会用在正面，用在好的所在。那是讲科技超过了这个人性呢？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代志。还是啊，不幸呢，会把人类带来祸害。啊，所以这个国家的政策呢，甘愿讲把科技脚步放慢啦，什么讲停止？啊，充分在人性的这边来发展，这是好事啊！这是咱达刚心内所向往的，人家讲这是一个梦想，哪有可能会做到呢？这个社会做到，这是咱袂当讲无佩服，袂当讲无加赞叹。
啊，因为老师认真负责，自卑真正有爱心吗？也希望讲下面一代青少年，将来大家拢嘛是好人啊。啊，唔通讲，互因去学歹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看一个国家兴亡，你只要看伊下一代，青少年好，这个国家一定会兴旺。青少年问题那是多，这个。国家呢都有危险咯。那社会都未讲安宁。这行啊都嘛是教育啊。无论是伫倒一方面离开教育都难咯。你要安怎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。啊，我希望讲这个啊，旅馆啊，阿弥陀的大旅馆啊，就是一个教育中心。啊，第一级的落实人性的教育，啊，论坛面对全世界，啊，一礼拜讨论一个主题，比如讲青少年问题，和全世界关心这代志的人来做报告。教导咱如何来重视青少年，如何来教育青少年，如何来辅导因啊？因若是有问题，帮助伊改过自新，帮助伊回头是岸。那妇女的问题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问题。啊，拢嘛会当来办专门的工作，那邀请这些专家学者伫这个集思广益，咱共同来探讨。那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啊！我感觉这三宝加持啊，祖宗的荫德啊，那有可能。一直想一个动这个念头，以这个代志就会当完成咯。啊，这条政府会当恭喜专心专力的支持啊，会当和所有的部门核准这个案件的这些部门啊，35个部门。大家啊，做伙一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咯。啊，每一个部门回去就批准，执照就发落来咯。这地就会当开工咯。啊，总统是希望讲。每年11月会完工，伊11月生日，希望我完工的时阵啊，伊伫即个做生日啊。啊，我感觉即个总统是菩萨，毋是凡人啊。这带头真正好啊，利益呢？
不只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而已，你也全世界啊。那是对人类做一项大好事。那今天的大问题，要安怎呢？化解社会一切冲突，对于人跟人的冲突呢，跟国的冲突，化解啊冲突。引导社会走回来这个啊安定和谐，伊是做这工作的啊。那这工作了不起啊，这工作太伟大了。那因来做这工作，我来随喜啊。我安怎随喜？我伫即块讲无量寿经，就是随喜的。我唔免参加伊的工作，我每工伫即个咧讲无量寿经，就是随喜。嘛，随喜功德啊，来回向何因啊？那这个气息都是。危险公民啊，公民套出来，当刚啊就放工咯。这个第十七是究竟圆满了，你看一切众生所愿所好，这个傲都是爱好，所愿所好一切都会满足。啊，我用这句话来祝福斯里兰卡。这是一个点，这个点啊好了，希望将来全世界都嘛好，那医保生活的这个环境，学习的环境。这公累积的环境，拢在叫世界啊，拢咱学习到这地，下面咱刷来看，然后十二种庄严，本师阿弥陀佛八种庄严，往生的所有菩萨四种庄严，啊，总共是29种。咱啊，拢嘛爱知啊。往生论的文无长啊，拢嘛是吉祥，非常重要。伊主要目的，当然认识这个世界环境，认识老师，认识同学。那每种生的人拢是同学。那拢总要了解，真像学校同款，咱希望讲入去这学校，下面观佛庄严功德成就者，有八种相应知，
无定八种，就是多一八种。第一呢，无食庄严做功德成就，其言无量大宝王，微妙净化台。看到阿弥陀佛的光腾，光腾中啊，有阿弥陀佛的座位，啊，无去看到有人，先看到伊的座位，这就是他们发出的注解，无量之大宝王。微妙之净化台，啊！在这地，我在经常有一句话在讲，讲真多咯。我想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现代科学家甲咱讲，这是科学最近的这个发现，新兴的科学。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！啊！咱看到伊个念力，知影个伊个能量，看到伊个念力所成就的这个事业，知影讲伊个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！这就是予咱看到阿弥陀佛的宝座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四十八愿呐所成就的。那都在这个讲台宝座当中，你就会看到。第二呢，而且庄严精业。功德成就，其言上好功一心，色相超群生。阿弥陀佛的相，上好是功一心，这是在讲不离心功。一心是讲咱人下地这个所在就存出来，叫做一心嘛。阿弥陀佛的这相真大啦，伊的功名就大咯。啊，这个、通常讲神功啊，神功顶面一个圆光，他甲顶面的圆光，身躯是有神功啊，色相超群星啊，一切众生。拢无办法甲伊来比的，每一个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真像是甲阿弥陀同款，
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。这个人的国家的心是不会起来，大家都嘛是同款的。啊，你嘛是无比我更加好，我嘛无比你较差，大家也是平等，你的心就平等，心就清净咯。这个是法藏菩萨在五劫参学的时阵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诸佛刹土众生拢无平等，平等哪会有遐容易呢？那现在咱怎样咯？色相是相于物质的，你生的命运、修养嘛，拢是啊物质，你是袂开物质呢？物质是对对来，物质就是念头来，念头若无平等，物质现象啊，绝对袂讲平等。为什么物随心转，境随心转，那是平定。要安怎才会平定？心平定，外面的境界色相就平定了。阿弥陀佛知影了。十方世界来往生的人无平等啊！啊，阿弥陀佛，以无量劫修习的功德，五劫结着的四十八愿，加持每一个来极乐世界的人。啊，所以啊，得到平等，这个平等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比如讲，你进这个学校，学校发落的制服，特别同款平等。学校所生活必需品，学校拢总发予你，每一项拢平等。私立人卡这点已做到了。因为伊全部拢是公费生，那读书免交学费，一切拢嘛是学校发的，发的是共款，啊，无好歹，所以人的心就平咯。啊，那是讲一般学校家庭富贵的。伊享受比人较悬，穿个衫是名牌，啊，用个文具拢嘛是高级的。我本来同阿看着，心内啊感觉无平，伊家境偌慢，心就会生起来了。你拢不如我，真的麻烦咯，这是烦恼啊。人个人做坏，生起烦恼，未生智慧。所以阿弥陀佛来真高明啊！来到极乐世界，完全同款。你我们心生未起来，你慈悲干嘛生未出来啊？人人啊，拢嘛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代志阿弥陀佛做到，嘛是不容易啊！你看五劫的参合，无量劫的纠结，这功累的真正不容易啊！啊，定无功，甲家己这个福报、文化
规则来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啊，完全过着清净平等的生活，而且，这个啊，清净平等是世上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你敢会满意呢？啊，无论对什么所在来到极乐世界啊，人间也好，天上也好，诸佛刹土也好，到极乐世界一个看，那是享受啊，拢超过咱家己原本的生活，超过啊咱的想象。但心就定咯，心就安咯，袂搁再想要去别个所在去咯，都伫这个所在生活。那证着究竟圆满，这是阿弥陀的功德啊！阿弥陀的智慧啊，成就的。第三呢，而且庄严。口业功德成就，语言如来微妙声，幻象啊闻十方，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，如来微妙之幻象。文武十方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说法，啊，音声就像那现在无线电广播同款，啊，十方世界拢会听到。啊，咱是问讲，为什么咱现在听无呢？不是讲咱啊听无，是咱的耳根有障碍。啊，咱今仔日的六根。咱你比些心意，全部拢有障碍。啊，什么故障？起心动念就是无明的故障。啊，分别呢是妄想的故障。啊，执着呢是最严重的故障。那我即句来讲，咱的本领，十方世界音声，咱听会到。十方世界色相呢，咱看会到。啊，十方世界宝香，咱闻得到。这什么？这是诸行来的，本来都有的，应定的啊。修行成佛咯，成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幸福是咱六根的本领，完完满满的拢出现咯。啊，只是好障碍都拢无啊。那咱六根的作用范围，拢嘛是变化界、虚空界啊。
啊，咱的义军，义军就是念头。愿法界、虚空界，无所不知啊。因我君的这个作用是无所不能，专地专灵啊，佛法、佛陀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就伫这地啊。伫这个境界内面的人，都叫做佛陀啊。那这是一切众生，大家啊，本来拢固执，现在虽然我迷了，都无失去啊，只是迷了，暂时都未起作用呢。啊，咱啊，把这个啊，这个迷惑啊，放下，障碍都无了。佛只是给咱讲出。三大类的障碍，啊，对见思开始放下，见思烦恼放下，你也都证阿罗汉果，啊，阿罗汉的这能力，会看到。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就是讲，咱的眼见、耳听、闻香、香味，范围偌大？三千呐、啊，大千世界，这个范围咱会看到，会听到，啊，会知影。那个也把这个人生烦恼，就是这个分别，把分别嘛，把放下，这个能力就会扩大了真多倍咯。那有能力去看到，不是讲是客户的国土咯，诸佛国土拢嘛会看到，这个范围扩大咯。最后就会当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无明烦恼、无明那放下，你就会专地专灵咯。甲佛同款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，你拢看到，拢听到，你六根的能力圆满的恢复。这叫做成分。中国禅宗称伊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分啦。啊，华严经上称伊是做发心菩萨。啊，因为无明啊。已经破了，无明放下，发心现前，称伊是发心菩萨。啊，发心菩萨，啊，跟妙教的诸位有什么差别？啊，实在讲。对思想来讲无差别，那对理想来讲也是无办法立上即功。伊住在十不庄严土，妙觉如来呢，伊就是住上即功，差别就是伫即地啊。那是讲公教。十方啊，诸佛刹土，普度一切众生啊，这个都无差别。
十八套的菩萨都做一教，跟佛完全同款。啊，而且是拢会做甲真圆满。啊，差是甚物呢？也无事无明，烦恼断咯，失去都无断，有差一点啊尔。妙教如来就上一讲，失去完全断咯。啊，所以讲有失去，都是报错，失去断清去。是佛陀无去咯，那是佛陀让中天无下啊，啊，有化解发心菩萨帮助伊，你是佛陀现佛心，温现呐，诸如啊。啊，也问呐、啊，买上现，但是问现，都不起心动念。啊，伊是安怎现？发心菩萨，伊就现；无发心菩萨，伊就现；自然现。发心菩萨，拢嘛回向一功，伊就未现。啊，唔呐讲，佛陀内面的发心是问现，是最上反省同基础，方便应无陀内面的应发心嘛是问现，这个道理一定要知啦。啊，文献不离啊，文献一如啊，拢嘛无起心动念，动念嘛无分别执着，那有时咱就伫即地，伫条一个重要信息，迄就是二分最奇奇的，就是分别执着啊。分别执着真正叫做大障碍啊，尽可能的来学，按建设你们声，若军队六点的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容易，咱即卖就会当学。不起心不动念困难啊，为什么起心动念都不知道，那到底现前咱吃得不对啊，弥勒菩萨有跟咱说，一秒钟一千六百条的念头，啊，咱这时候感触都拢无，啊，别安怎？真正是古人咧讲，处处用不得力，无办法啦。所以咱对执着啊，这个分别啦，来个入门，执着就是修行，分别是中行。那不分别不执着是大行啊，也个时代按部就班来学习，立定是未用的啊，立定不能无赞成啊，佛讲非常好，伊啊叫佛祖，就是佛的弟子。无成学小成，然后学大成，为佛弟子啊！啊，这个小成是小学，无念小学就去读大学，
有这个道理。所以咱都要知影，小学是普世教育啊，真正伫这个世间会当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咱一定要爱小学这功能会做到这个。搁再向上提升，迄就是一个固定的铁盒，固定的科学咯。会当讲是究竟原本的科学的铁盒。那你会当向上提升，好啊。佛菩萨希望你做啊，每当提升马虎，你伫这人天享福报啊，因你修福正福，啊，佛陀的教育是以我为核心，我的反面是迷啊。所以呢，教学是未当中断的。诸佛菩萨教学未中断，三乘以下有这的人伫咧学习。嘛未中断，月六道内底，生活界里面拢话有中断呢，啊，寿命到了，啊，死亡就是中断啦，不再投胎，都是缘，我收起来咯。但是中啊，过真长的时间，前一生啊所学未记得咯，未记得咯。但是拢嘛会帮助，是前一世无这个基础，这一世学习的困难，前世有这个基础，伊学较紧。这就是习气啊，记气的分析，这一生学习是有帮助。这一生搁在向上提升，一世一世提升，这条路真长啊！啊，拄到精忠是大福报啊，天大的福报啊！你还拄到这个呢？拄到这个疏忽咯，那叫真正大可惜，太可惜。啊，为什么会在这一生成就？啊，这个法门，古代就有讲咯，东胜成就的佛法啦，你太殊胜咯。啊，真正正果咯！修行的四个罗汉，辟支佛，啊，三乘菩萨，一路能力的定中，闻到诸佛的法音，那个多一尊佛啊，有缘，伊就会听到这尊佛的说法。啊！在娑婆世界里面，咱就会知影咯。啊，本师啊，释迦牟尼佛有言：啊，最明显的例，
地价大师东条时阵的人，他《法华经》，他教啊，这个有王品入定咯。临终看到灵鹫山，即下摩尼佛伫灵鹫山咧讲《法华经》，伊啊看到头前有一个空位。伊就去坐遐听一座，那出定的时阵，甲别人讲，这一尊灵山一回，现在还未煞，啊，甲释迦佛有缘，啊，甲弥勒菩萨有缘人聚的咯，在定中去到道士厅去咯。那听弥勒菩萨伫咧讲经说法，那咱净宗四座法教。东条时阵的人，伊迄个毋是伫定中，伊毋是伫定中，迄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啊！早起食米，啊，迄个时阵出家人拢嘛是用钵。原来对啊，对米就是安米啊，也基督文啊，念完了后呢，头啊啊看钵来对，钵来对现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啊，你那像看电视同款，现在看电视同款。啊，看到讲这个来对山啦、道路啦、寺庙啦，看到啊文殊菩萨，伊迄个时阵唔知我是五台山，啊，事后呢，伊也讲好只个。参学的这个出家人讲给伊听，因四界去访问参学，甲伊讲的这个境界，这个、老参的人讲啊，看到你讲的这个境界咧，那像就是五台山啦、啊，文殊菩萨的道场，也看到这个寺庙，这个寺庙叫大圣啊，叫哪寺？啊，同个个呀，建议你个文殊菩萨有缘，你会当去雕山。伊去雕山的时阵，真正啊，迄地甲伊这个搬来对所现的现象一模一样，真正是个大乘定那时找到。文殊菩萨伫咧讲经伊啊，有听到一回啊，有听一堂课啊。下课了后，向文殊菩萨请教，现在末法时期，人性渐渐的这个。低尊咯，无较早迄款人的清净、聪明、有智慧，应该都爱学什么法门，才会成就。文殊菩萨就甲伊讲，爱修净土法门，念阿弥陀佛，
啊，伊问讲安怎念？文殊菩萨就教伊啊，文殊菩萨念几落声，啊，伊学会晓了。这个念佛法叫做五会念佛法，但是呢，这个法门失传咯。啊，现在呢，民国初年有五会念佛的，这个经本我有看到。啊，伊是用音乐的破入去的啊，也是出家人了解音乐的。应该也是的，啊，不是讲真传，因为我捌听过，也是真好听，真唱歌同款，袂通入心吗？菩萨传法的法门，肯定入心，伊不入心，但迄个有好处，接引初机的。你一个方便法啦，小朋友拢在那唱歌，唱阿弥陀佛，我是伫30多年前伫香港摕到这本的经本，我回来台湾，但上摆印过2次啊。啊，这个经本也够人找到。啊，这就是看到啊，菩萨的应化心啊。啊，法教法师啊，离开的时阵，沿路做记号，讲讲以后未失这路，做了几落摆的记号，我倒转一个看，但成顶那是无去咯。没去咯，现在知影讲，这个所在啊，都是啊，完成动机土咯。啊，甲菩萨有缘，你就会看到；无缘，你就看未到。啊，大乘定那是真正有啊。啊，四座啊。教啊，大师的传记啊，啊，内面那是讲得真正清楚啊。啊，五台国师什么最惨来对？讲一只徛落徛尊者，那些是阿罗汉啊。在耶稣场在四川，我的国师就林明春伊好无名，是到这个所在求伊帮助。那这个道场有缘就会看到，无缘就看未到，看到是风山野岭，什么拢无。但有缘的人去拄到龙田老哥，啊，发心菩萨的道场，看到真就叫做世界共款，啊，看到的这个九把灰草，拢嘛是灵宝成就。下面第四，好食庄严，深业功德成就，言啊，当地水西方，以空无分别。无分别者，无分别心，当地水西方空。有无分别呀？《楞严经》中
这五爪后面还有两字，叫七爪。方便色。啊，二十五圆通，头前是十八界，就是啊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色，三六一十八，佮加着七大，啊，二十五，这就是个诸佛如来，大人啊。修行正果，明心见性，那个方法归类，拢总会当归入一个啊二十五个大类，二十五大类就代表大圆满，啊大势至菩萨是见大。是啊，念佛啊，是念佛啦、啊。诶，圆通宗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尼君，观文文殊性，精神无上道。观音讲啊，伊是安怎成就？咱这个世界的人，若君都一个君啊，上界内就是。尼君啊，所以甲观世音菩萨特别会有缘分啊。咱这个众生接受啊佛陀的教诲，佛用言语来教学啊，咱用声音听伊的声音开悟的，那也、啊、就是讲。娑婆世界众生，男君不如女君。男君较迟钝，女君较从来。十方诸佛刹土，众生的根性都不是完全同款。啊，咱伫经常看到讲上极如来，用极国，那去地所在人，若君、释君啊，上来啊，那你该讲啊，伊啊，是不容易去体会，啊，你可以吃几多滋味，伊就会开悟，所以讲迄、那个国土，佛。是用什么来度众生呢？请大家吃饭啊！佛啊，达刚实现呢，宴席，请大家吃饭，吃了就开悟，无共款呐！啊，根性无共咯！啊，所以讲，什么法门拢会开悟啊？什么法门拢买幸福啦？啊，那对根基就会用你咯，根基那唔对是袂用你。啊，咱这个人来去向这个接受这个佛陀的邀请，咱安怎接袂开悟？唔是款根性啊，所以讲咱也阁是来到释迦牟尼佛这地来，以这个讲经教学。咱这会上真正得到利益啊！啊，真的啊，都是动物，地水火风空，这叫做五大，佮加着烟色叫做七大，这就圆满咯。最重要是的无分别啦。啊，分别心对生烦恼，起烦恼。啊，执着呢是最严重。啊，有分别是菩萨，
有执着是凡夫，无执着就是阿罗汉。所以，咱若要断烦恼、证菩提，真爱对执着来落手，对于一切拢未执着。未执着的人会当随缘，应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也随喜来对未执着，就是功德。啊，未分别呢，那就是更加大的功德。啊，菩萨以阿罗汉较高，阿罗汉未执着，要分别。菩萨连分别都拢无咯，啊！伊也阁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叫做无明啊。那、啊、这个伫个十法界，都、就是四性法界啊。啊，必须得到不起心不动念。伊就超越十法界咯，咱就知影咯。六道轮回是分别的执着变现出来。啊，四心法界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四心法界就无咯。就是讲，声闻缘觉菩萨佛拢无去咯。真像一张网同款，但有起心动念，你就会看到伊；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无咯。不起心动念，看到什么？是无中念土，看到发心菩萨，发心菩萨，各个人拢也是不起心不动念的。啊，佛家的话啊，讲得真正好咯，非常的重要啊。哦，咱啊真正了解啊，修行关键的枢纽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啊，方法呢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去看破，就是这两个方法，对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这个真实智慧，真实的教诲，简单明了，和盘托出了。即丝毫保留都拢无，全部拢甲你讲咯。那有什么法门，拢无什么关系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这是总的纲领，拢都爱甲看破放下相应。这就叫真法门啊！那讲无看破放下相应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拢嘛是世间的学术知识。啊，唔是讲如来智慧啊，如来智慧就是世间法内底佮加着看破放下，就变成佛法咯。啊，所以讲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世间法就是佛法啦。知影看破放下啊，就是佛法。因此，智慧就会现前啦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啊。